有滑稽。你就是高秉烛，我是联防知事韩冬青。我还以为联防的人不会轻易现身呢。哼，五年前你曾救了同样吗？为何不报功？这不关你的事情。你的兄弟们因此而死，你的人生也被改变。既做了守卫神都的好事，为何从来不提？我才不想保卫什么神都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我不会管那闲事，我宁愿我的兄弟们都活着。东西拿来。破解，给我一个时辰。文道，你能保证帐篷的安全吗？最近